恭敬把水水杯开卷。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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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三十系念法事悉讲，尊敬的追同修、追护法、阿德，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再借这个共修的因缘，再一次来给大家细讲这个三十系列的大理。如果有讲到一些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多批评，不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啊，这个网络上共修，我们一起来学习。默学在这个学理，建中学会特别这个礼堂。跟大家一起共修啊，也很多年了。虽然时间见面的不多，但是起码我们在这个地方见了很多次的这个学习、共修、念佛、法会，或者打佛七、八关斋戒。我有时候常常觉得你们呢是佛菩萨派来的啊，在这个地方啊来念佛，来作为出一个好样子的念佛人，无论在内或者在外。像师父也是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些主菜的，这些主菜的啊，几乎都有年龄的，年纪很大，他是为了这个道场，为了这个法会，让人家安心在这个念佛，无论你有多辛苦，但是为了一切众生，无论有多累，他宁愿呢把自己的最好的时光来为大众服务，这个不容易。像我们越南的同修，你看那个维诺，他越南人呢，
但是带共修诵经的时候，看不出来他是越南人。啊、真的哎，就是想尽办法呢，得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能够出一些力，来利益一切众生。其实这个非常难的，如果不是佛菩萨派来的，有这么巧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因缘呢、啊，我们要珍惜，一定要珍惜。不是每一次有这个好的因缘能够遇到，所以我常常啊在讲经当中啊提醒大家，出发心很重要。时时刻刻啊，你要记得你的那个出发心。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念佛？我为什么要来学佛？我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个出发心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修学当中啊，在学习当中，难免啊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人事啊，种种的事情，我们会常常遇到。当我们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那个心是怎么样来应付？如果我们常常提醒你那个出发心，我是要来成就的，我是要来成佛的，我要来为一切众生来服务的，无论能够做多少，我那个心从来不会偏的。你那个出发心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你就不会被这个境界而收转。所以就这个去同修当中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问我师父，在这个道场最难处理的是什么？人事啊，财力，财力不会问题的，只要你如理如法，护法龙天都会来护持，你不用担心。最麻烦的就是我们人事，我们这个人心一到境界了，有时会退心啊，佛也不念了，经也不诵了，佛也不拜了，经也不听了，通通都退心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逆境一出现，整个心又被环境而干扰，干扰之后又退心了。所以那个出发心很重要。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来到这个道场，我的出发心是什么？如果你的那个出发心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人家批评也好，回谤也罢，或者遇到你那些不欢喜、不讨厌的，或者你不高兴的事情，你那个心啊，所有的这些的逆境啊，会变成什么？变成你自己的功德。那这样修学嘛，念佛啊，学佛啊，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所以今天呢，我看到你们或者在这个现场网络上共修的，没办法来参与的，你那个出发心很重要啊，记得时时刻刻你要提醒你自己，
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为了什么？我念佛是为了什么？我学佛是为了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要常常觉得呢，哎，你们真的是活菩萨派来的。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来讲经，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讲不了啊，是不是这个理啊？没办法呀，哎，就是佛菩萨来帮助我，哎，让你们来成就我自己，哦，所以前几天呢，我到我图文吧去拜访那个明德学校。校长呢是澳洲人，是本地人，很多次请他出来帮忙他都不想，最后啊他真的发现来帮忙了。我看到他为这个教育啊一生投入了30年，而且看到明德这些老师呢非常的虔诚心呐，不知不觉掉眼泪，所以发心来帮助如何让这个教育推广到这个社会。所以师父看到他们的介绍啊，我去参访嘛，去了解，师父非常的感动。感动什么呢？教育有希望了。确实很多障碍在这个小地方不容易带动，但是那个心永远不会退缩。所以啊，我去参访的时候，那个校长为我们解释说明啊，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在想，这个教育将来会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将来在澳大利亚能不能摆出一个净土，摆出一个圆满的教义？因为现在的教义啊出了问题了，所以你们大家要多多支持啊，多多介绍，在那个地方确实真的了不起。我看到很多家长自己的儿女有成绩了，就是有成就了。以前不听话，哎，现在很听话。以前睡觉起床都是父母教训过来的，那现在主动起床了，而且起床就自己能够准备，也能够洗碗，讲话温柔，态度对人又有礼貌。这个不是我们家长最希望的吗？现在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头痛，为什么呢？不听话。那孩子不听话长大怎么办？做父母很辛苦，所以将来这个社会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家长，一个是小孩。小孩没有处理好，做父母的将来老了是很辛苦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我看到很大的希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介绍，在那个地方确实真的值得来带动，值得来提倡，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中峰国师在这个三十系列呢是怎么说的啊？请合掌。你们都没有看书的哦，都背了，背起来了啊！你们好厉害啊 ！Very good 啊，Very good。下一次哦，义工啊，分给大家。看了这个经书，等于在提醒自己。好，请合掌。
只因最初不觉，忽而洞悉，日妄为真，迷己逐悟，流逝夜往千禅，流转无道，衡水生石已生成，亘古至今而已见。好，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上个星期呀、啊，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了，因为有夜班同修，所以我就慢慢的讲，不会太快，我说话会冲得太快了，听不懂。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中观国师在这个三乘习念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说啊，一切众生啊，原本没有的这个真诚的心，有圆满的福报，有圆满的智慧，心本来是清净，一丝毫动摇都没有，一丝毫污染都没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很清净的，就像那个一杯水一样，那个供佛的水，那个很清净的，一丝毫污染都没有。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中峰博士告诉我们，因为你的心动了，动心了，迷了，所以变成凡夫啊。你本来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简直变成这个凡夫了。不但变成凡夫了，迷失了自信，迷失了本性。中峰博士告诉我们什么呢？迷己逐悟啊，你把你的自己的自信，你把自己本来是清净的，你把你的自己本来的真诚心都是纯净纯善的，你把这个清净的心很清净，很快乐，很幸福，很美满。但是现在啊，你把这个美满幸福快乐清净纯净纯善的通通迷失了，迷失了，愿望为真嘛，你把这个假当作真的。你看这个世上哪一件事情是真的？没有啊。你看我们的身体，哪一件事是真的？你看以前没有白头发，现在头发都这么多了，以前还年轻，现在衰老了，对不对？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哪一样东西是你的？没有啊。你说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也不是你的，暂时借给你用而已。你说你的家里户口，这些钱，这个钱也是暂时给你用而已啊。时间到了，你也带不走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所以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以前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传啊，我很感动哎。释迦牟尼佛生在一个帝王之家，享受荣华富贵，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最后他为什么老人家放弃一切呢？连房子也不要，连皇宫也不要，连这么美好美丽的太太他也不要了，连他的地位也不要，权力都不要，通通放下，宁愿活在一个树下一树啊，山一波啊，
生活的简单，很简单，很简单。他为什么都不要？我很感动哎。释迦牟尼佛还没出家之前，他看到四桩事情。第一桩事情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呢？看到老人啊。他问自己哦，因为他在皇宫啊，被宠，被爱护啊，不允许有看到老人的，所以所看到的人都是年轻的，年轻人漂亮，很壮，没有看到一个老人呢。突然间看到一位老人呢，他想想自己，那一个人是谁呀？为什么长得这么脆弱？又长得很老，我是不是总有一天跟他一样的？他马上觉悟啊，他的侍者告诉他，他说啊，悉达多太子啊，我们人站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避免不了劳苦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在想，回去到皇宫的时候在想，我是不是有一天也是跟他一样，也会劳苦？觉悟了嘛？我们天天看到老人，有没有觉悟？蹦来蹦去的，有没有觉悟呢？所以啊，我在学医哦，学了很多哦，所在我的面前，一个老人家也提醒我自己，总有一天我会老。那我老了怎么办呢？我现在还有这个体力，我好好念佛，好好用功，不用等到我老的时候啊，我才来拼命念佛、拼命修行，很难了。所以趁这个体力，断恶修善，提醒自己，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也是一样的觉悟啊。我们呢，没关系，慢慢来。还有十年，还有20年，无常啊！那真的哎，最近是我的妹妹，老大，刚刚往生呢，十几岁而已啊。你说，这妈妈苦不苦？苦啊！辛辛苦苦养的这么大。十几岁了，因为不小心意外，很苦的。哎，看到病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提醒我，是不是也是一样？哪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没办法避免得了。只有看到一个往生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到这个世上有生必有死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将来，我是不是要跟我的家属、跟我的自己的儿子、跟我自己的太太、跟我自己的父母、跟我家自己的亲属，总有一天是不是要分开？让他种种的事情明白这个道理了，他才明白，原来这个世上都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所以发心出家，最后啊。他真的成佛了，才会有今天我们的这个机会来提到佛法。所以很多人呢、啊、告诉我说，师父啊，佛陀所讲的法，所讲的理很深啊，有时候学来学去啊，我有时候无法能够通入融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我说那个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那个心是怎么用心的？那怎么用心呢？佛法告诉我们，用什么心呢？真诚心。就算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听不懂，看不懂，不明白里面的意思，但是你那个真诚心
能够把它用对了，没有一个法门都不同的了。所以一分沉浸的一分利益，十分的沉浸的十分的利益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你要明白一桩事情，学佛第一桩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学的是什么呢？你要成啊。我们学佛啊，第一件事情，无论你今天是念佛也好，第一桩事情那个心要诚。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不诚它就不通了，你不通了，你怎么能够相信佛佛的话呢？你怎么能够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你怎么能够相信释迦阿弥陀佛的话呢？你不信，你不信，你就没办法融入第二法门呐、啊。因为我们学佛有四大工程，有四大科目，有四个，有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学佛要明白啊，特别是念佛的、啊，我们学佛有四大的课程，你要去学起来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信啊，第一个是解，第三是行，然后最后呢是正。把这个四大科目里面排第一的就是这个信。所以印光大师啊，过去曾经啊，对于我们念佛的人啊，一个告诫，一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呢？戒尘自可转凡夫啊，念佛方能消宿业呀、啊。你能够念佛，用你那个真诚心来念佛，你能够转凡为圣呢？你能够消无量劫的我们的罪业。佛经常讲的80亿呀、啊，重罪你能够都消灭了。所以学佛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成，这个在37年里面。所以有人问我，既然要真诚心，师父，我现在不成吗？我问你们，你今天在这边念佛，你那个心有没有成？有没有？说实在的，你我现在都没有成，不成。为什么？诚心不是在你那边拜啊，烧香啊，不是的。我今天拿水果，哎呀，阿弥陀佛，我供养给你了，哎呀，我很真诚心的哦。哎，对，是这个吗？哎呀，我今天来敲法器，哦，我敲得很好，那个是真诚心吗？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诚心吗？不是的，真诚心是从哪里来的？从锻炼来的，训练来的。真诚心是从哪里来的？从修德来的啊，是修来的，不是一生出来都生聚了，没有，是锻炼出来的。你看那个金子有没有？你看那个外面的金子，那个金子，你在这个世上要找一个纯金的，能够找得到吗？没有，是找不到的。那么这个金是从哪里来的？金矿来的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锻炼出来这个纯金，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今天念佛也是如此。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不能成就在这个地方学佛，
念佛得利益的，利为社会，利为国家，利为一切众生的，都是从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断定出来的。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你慢慢的去磨练你那个心。所以学佛跟不会学佛的人区别最大的是在哪里？在用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看这个世上，你要找到一块资料材料，它一生一生出来就金的纯金的，有没有？没有的。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成佛也是无量劫以来不断的去积功累的训练，去锻炼，去考验，去磨练，才会今天的成绩啊。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你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不愉快，遇到什么样的不高兴的事情，哎，我在锻炼自己。你在想啊，因为我们人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习气，有这样的毛病，遇到境界来的时候起烦恼、发脾气、不高兴、计较、争执，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今天会这么这样，变成这么糟糕？是不是这样？所以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啊，那什么来个妥呢？赶紧好好锻炼啊、哦！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师父讲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出了这个门，我要开始锻炼了。来呀、啊，是谁来呀、啊？啊，对不对？我们常常不是有这个道理吗？来呀、啊，嗯，我今天很听话了，什么样的境界？来呀、啊，我不怕来。你一到境界了，什么都忘了，是不是这个理呀、啊？所以出尽了最终求大德，一天不能不听经，一天不能不诵经，一天不能不读经拜佛，真的，你才能够进步啊，才不会被你的习气做主啊，习气一做主啊，什么烦恼就来了，什么业就会造的。所以呢，出尽了最终求大德，没有一样东西在这个世上的是纯的，像心一样的，都是从你自己慢慢培养出来，慢慢的去成绩，慢慢的积功累的，将来时间到了，也成熟了，一直是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在生活里面考验出来的。你看看那个净土生选录往生传里面，那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念佛堂往生的有几个？可以用数的啊，找不到，很多呀。这些念佛往生的，几乎都在生活里面去考验的，成就自己的，把阿弥陀佛融入的一体，变成自己的功德，就是这一个。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迷集足悟啊。迷集足就是告诉我们，哎，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你可以成佛，你可以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那个人生本来就是很幸福快乐的美满，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你把自己自信的迷失了，六根接触六尘，通通被这个境界给收转了。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你的眼睛，我的六根嘛，眼睛看到的，比如说看到喜欢的，你会不会高兴？很开心啊。看到讨厌的，你会不会讨厌？会啊。眼睛看到好的，你会起了一个贪念；眼睛看到不好的，你会心起了什么？起了一个烦恼。天天六根在这个环境里面所看到的，天天被迷惑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我最近去布里斯本，从多巴到布里斯本，然后从布里斯本开车下来，大概十一个小时。那在学会啊，在布里斯本学会遇到有一位同学，
我认识了很多年了。他说是，我很有信念了、信念什么？我这一生能够住在这个澳洲，澳洲是一片的净土，很好。我说话虽然说的不错啊，是不错了，确实现在这个世界，澳洲属于一片净土了，对不对？在这个澳洲好不好？住的好不好？当然很好啊，感恩啊。啊，生活悠悠哉哉的啊，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啊，时间到了，政府就给你了啊，两个星期嘛，对不对？那就到你的户口去了，啊、也不用操心，也不用靠政府的脸，哎，看儿女的脸色，时间到了，户口自动都有了，什么都有，最起码国家没有，一片净土哎，没得上班，你可以跟政府拿钱，老的时候政府也给你照顾。生病的时候又没你看，你说呢？是一片净土吗？一片净土。但是无论有这么多好，他还是不就近，是不是？不就近啊，总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他呀，你带不走呀。所以看到这样的环境，释迦牟尼佛向我们师父上人告诉我们，看到好的只能欣赏，是不是？我们出去走一走，哎呀，这个风景很好，只能欣赏就好，你明白就好了，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最后变成什么？执着放不下，看到不好的通通又放下，都是假的，在心里面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这边无论有多好，还是比不上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最好的，十方一切诸佛国土不可能在这个经上里面没有一尊佛都不劝导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看到好的阿弥陀佛，看到不好的阿弥陀佛，事情解决了，就看到好了，执着贪念，啊，惨的了，将来念佛啊，是吧？啊，往生不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六根里面嘛，接触六尘，没有一个让我们不起执着、起分别、起了贪念。那我们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里面，因为我们被迷了。而且自己的自信已经迷失了，结果呢？到最后是怎么样的呢？你看印光大师，哎，我们中峰果师是怎么讲的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请合掌。于是夜王清禅流转五道，请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你看结果变成怎么样？夜往千禅啊，什么叫做夜往千禅？夜往千禅就是你开始造业了，因为你被迷了嘛，众生一迷了，没有一个不造业的道理。眼睛所看到的被迷了，看到外面的这些五欲六尘迷了，看到外面的名闻利养迷了。看到内心的自私自利迷了，看到自己的贪嗔痴也迷了，被这些外面的境界而所迷了，众生就避免不了造业。包括我们今天，你看你的眼睛，有时候不小心一看了自己造业都是不知道，是不是？那这个造了业，业是因，果报是什么呢？下面你看那个中峰果师讲得好，流转五道啊，因为你迷了嘛，你本来是清净的，你迷了，你迷了之后，结果最严重的果报，中峰果师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时候六道轮回，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
就是这个来的啦。所以六道轮回从这个地方，中峰国师讲得很好哎，怎么讲得好？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迷了，才会有六道轮回。你取悟了，六道轮回都没有了，哪有六道轮回了？对不对？你看那个我们看连续剧的，大家有没有看过连续剧？有没有？请举手。连续剧啊，哎呀，以前嘛，以前那、啊、不是现在嘛、啊，以前有没有？有啊，看那个 movies 好看，对不对？哇、哦，连续剧那个，你看那个连续剧的人，一集一集接着一集啊，我、哦、第二集两点了、啊，哎，再去看一下，再接下来第三集。还有三点了，没关系，继续第四集，都已经六点早上了，还不睡觉，他还是迷着在看那个连续剧，对不对？这个道理。看了之后，明天起来，哎呦，我很后悔，我为什么晚上不睡觉看这个连续剧，看得好辛苦，精神也不好，睡也睡不好，后来生病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你本来都没有呀。那本来都是假的，那这是拼拼啊！你被迷住了，你不演绎醒过来呀、啊？明明那个是假的，做戏嘛，对不对？做戏啊，戏嘛，明明是那个是戏来的，是一个假的，但是我们拼拼被迷住了，叫他不要看，不高兴，是不是？师父以前年轻的时候。哦，那个有人给师傅看那个什么《神雕侠侣》呀、《欧阳锋》啊这些呀、啊，哇、哦，看了之后被迷住了哎。我、哦、功夫的那个功夫有没有？会打来打去的。哇、哦，从早看到晚，从晚看到亮。哇、哦，被爸妈训练一下，骂了一顿，还不高兴。那个是我的事，你不能来干涉我。你看。众生就是有这样的毛病啊，那没办法呀。所以，我们呢、啊，从这个地方啊，中峰国师告诉我们，今生今世啊，我们无量劫以来啊，生生世世无法脱离六道轮回，无法脱离离苦得乐，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产生了这个六道的轮回。所以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德，将来我们的人生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或者一片的黑暗，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不是在佛菩萨，关键是在你怎么用心，这个道理。所以流转五道，那么这个五道啊，这个地方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五道啊，平常我们讲的是六道，中峰国师把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归到人道、天道、恶鬼道、畜生道这四个道。那为什么归到这个四道里面呢？因为佛在经上没有讲这个阿修罗，经上没有讲阿修罗，只讲地狱，所以啊，其他的都有，阿修罗没有。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五道也都是在讲六道，都是一样，只是把这个阿修罗道。到人道归到阿人道，归到恶鬼道那就是恶鬼道，到这个畜生道就归到畜生道。直到看到阿修罗是怎么样的人呢、啊？什么样叫做身为阿修罗呢？你知道吗？你能会看得出来，这个人是不是阿修罗？可以看得出来的。第一个阿修罗是什么？发脾气。脾气很暴躁的，很不好的，喜欢计较的，啊，喜欢发脾气，喜欢动动一点点不高兴，
啊，动不动啊，不习惯，这个就是阿修罗。那你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阿修罗？你自己是不是阿弥陀佛？可以看得出来啊，对不对？阿弥陀佛心都善良的，哎，看到人就修行，对不对？哦，看到哪个人都是笑眯眯的，你看阿弥陀佛那个笑，都是笑眯眯的，对不对？阿修罗的脸很凶的，罗刹鬼那种很凶很凶的。你看那个人发脾气的时候，他的脸是怎么样？就是这一个嘛。所以有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当你发脾气的时候，赶紧把那个手机开一下，砰。我是不是阿修罗？我是不是阿弥陀佛？看得出来的，是不是这个理啊？就是这个理。所以啊，他把这个阿修罗啊归到这个四道里面，人道也有阿修罗，恶鬼道也有阿修罗，畜生道也有阿修罗，都有，所以很容易分别出来的哈。那既然我们已经迷了，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好，请合掌。衡水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已见呐。中峰国师讲的非常的好呀，因为我们随着你自己的造作，这个造作有两个，有善有恶的，随着自己的善恶业的生成。这个生成是什么呢？这个生成就是讲我们的习气烦恼啊，有没有？衡水生死已生成，这个生成就是讲我们的习气。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习气，有人习气喜欢发脾气，有人习气喜欢睡觉，有人的习气种种的，有八万四千种的，每个人的习气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喜气随着自己的喜气呢，众生造成最严重的果报，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中峰国师告诉我们，亘古至今而弥坚啊，就是说你的生死生生世世轮回就没完没了了，而且在这个里面头出头没啊，无量劫以来乃至到现在了，我们就是这样的度过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你们还不觉悟吗？你不感觉苦吗？你还不念佛吗？你跟我都是一样，无量劫以来到今天为止哦，我们还是迷着，还不懂得觉悟，那苦那怎么办？自作自受啊，那怪谁了？那么我问大家，我们要不要醒啊？要不要醒？就看大家了。既然我们要呢，那我们赶紧要醒过来。怎么醒呢？该看破的要看破，该放下的要放下。这个就是叫你醒过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是佛菩萨，不是也阿弥陀佛，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将来离开这个世间，自自在在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全部关键都是在你自己本身的，跟佛菩萨毫无关系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佛菩萨跟祖师大德
在我们的旁边嘛，把你什么天天把你推醒嘛，推醒，赶紧醒过来，赶紧醒过来，不要再睡了，不要再迷了，赶紧赶紧醒过来。你们要不要醒？都在看我们，对吧？所以真的佛是很慈悲的，真的很慈悲，大慈大悲啊，确实真的很慈悲。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每天讲经说法49年不间断呢？讲到他老人家要入涅槃的那一刻，他还是渡人呢。而且得度的那个长者是在印度最有影响力的。你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已经要入涅槃了哦，那一刻要入涅槃了哦。印度婆罗门教最有名的、最有名望的、德高望重的，在印度那个时候啊，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他的。他是婆罗门教的，来见佛的时候，来问佛，佛一句话把他解决了，后来出家，都很多人呢。今天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用9牛2虎啊，要把你拉。如果你不想觉悟，你不想解脱，你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没办法呀。你说对不对？特别简单啊，看你愿意不愿意而已啊。你愿意，你就是佛；你不愿意，你就是凡夫。永远都是在这个六道里面，不要的啦。听师父的话，真的该看破的要看破，该放下的要放下。人家怎么赞叹你、啊、阿弥陀佛，人家怎么批评你、啊、阿弥陀佛，通通给阿弥陀佛，全部不要去想，心啊才能够平衡，不然的话那边起烦恼、痛苦、挣扎，哎，很辛苦的。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以前在走路的时候。看到一群蚂蚁，有没有？这群蚂蚁啊，在那边走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哎，释迦牟尼佛看到这群蚂蚁，突然真笑啊，是不是啊？那阿难尊者就问释迦牟尼佛：“佛陀，你为什么会笑？”他说：“啊，七尊佛已经过世了，他还做蚂蚁。你想一想。”一尊佛七劫，七三劫，三加七21劫。你想一想，这么长的时间他还做蚂蚁生。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在托钵看到有一个护法家里门口养了一只狗，这一只狗啊，每次佛陀走过去啊，他一直叫，一直叫教佛陀，因为不高兴嘛。那有一天呢，佛陀就讲经给他：“你就是因为这样的愚痴，你现在已经堕落出生道了，身为一只狗，你还不觉悟，你还在执着。”哦，所以师父啊，住的地方啊，每天早上，哇，好多那个本地人。带着那狗粮食啊，我啊晃来晃去，晃来晃去，还好他没有叫我哎，那叫我也会敢讲啊，这嘿 ，hello， 这样的，来讲英文嘛，对不对？然后讲我也听不懂，这样，人家那边一直在叫，后来才明白，啊，儿子去问，你为什么要骂我们家里养的狗？你不知道那只狗是谁？那个是你的父母，哎，是你的父亲啊。他为什么堕在出生道生了一只狗？就是执着，因为以前年轻没死的时候，藏了很多金银财宝在那个地下，所以那一只狗一出生嘛，一直都睡在那个地方，不走，只要谁走过去，他就会叫，他不高兴。给你家里那个地下有没有啊？啊？好，有没有地下红？你都骂你吗？
还要小心哦，有个蚊子就来这供养，不然的话以后变成渣男啊、狗啊、猫啊，就是在里面了。他告诉他的儿子，你的父亲就是因为执着这个金银财宝，到现在还不离开。没想到回去一挖出来一大批的金银财宝，才发现佛陀所讲的话，把这些金银财宝呢供养，来超度他的父亲，才得人天的福报呀。遇到佛陀啊，你想一想，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德，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在执着，看到什么执着，看到什么执着，到最后放不下，你说呢？苦不苦？很苦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还是不愿意醒过来，佛菩萨也不勉强，许愿了。但是这个梦里面，你一定要做好梦啊！如果做了噩梦啊，那这个不得了了。做好梦的意思就是说，起码人天福报啊。做噩梦是什么？堕在三途哎。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得人生，将来能不能得人生也不一定，看自己的业力。很多人哦，一往生之后呢，因为一念之间迷了，随着业力在三恶道巡回，你们自己没有看到而已啊。佛菩萨有神通啊，每天看到这个众生刚刚走了往生了，躲在哪里？躲到地狱。看到这个众生刚刚走了，躲在畜生道。看到这个众生离开了，刚刚躲在恶鬼道。他有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啊。确实真的啊。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既然你不想醒过来，不愿意醒过来，那你要保持你那个好梦，就是说人天福报你要保持。但是你讲一讲，人天福报不是那么容易修的，你要到这个天道啊，你要比到西方极乐世界会更难，因为它的标准都是无尽十善的，五戒十善没有了，你想要得人生是不可能，你想要天生在天道是不可能的，很难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要小心呐、啊，一迷住了，堕在三恶道，一堕五千劫啊，很长啊，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跳出来。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师又在提醒我们。无论是好梦，无论是噩梦，总有一天你一定要醒过来，不然的话，你永远就是在这个六道里面去轮回。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么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这一天，你能不能超越？你能不能脱离？看你怎么去争取，你争取精进用功努力，我真的在修习，我真的在用功，我想尽办法回去争取。争取什么呢？争取我们所讲的怎么样如何离苦得乐，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争取。争取什么？这些阿弥陀佛哦、其他不要去争取、哦、不要去争，争到最后都是假的，阿弥陀佛是真的哦，所以啊，看我们怎么争取吧。啊，像师父以前啊，为了要得到我们所讲的如何让这个佛法融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你要去争取，无论怎么去争取，这个争取不是坏的，就是把这个真理，这个真理能够让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离苦得乐，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十法界，你必须要去争取，因为这个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你要争取，其他的
许愿就好了。哦，所以修行啊，说难不难，说难很难，看你怎么用心。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下面的经文，请合掌。当知生至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当知，当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要知道，知道什么呢？你本来是阿弥陀佛的，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你的心本来是真诚的，你的福报本来是圆满的，你的智慧本来是圆满的，你应当要知道，你将来一定能够成佛，你将来能够得生净土，你一定要知道。但是很多六道的众生，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你们今天能够学佛啊，所以说明啊，你那个福报很大呀。你不抓住这个机会，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说明你那个福报过去一生修得太大了。所以《无量寿经》嘛，在这个《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若非往昔修福慧啊，什么呢？对呀、啊，以此正法不能闻啊，以诚供养诸如来啊，什么呢？对呀、啊。只能欢喜信此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念这句阿弥陀佛来学佛，不是偶尔遇到的，是你过去生中修了很大的福报，才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只有佛法才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只有这个佛法才能够帮助化解这个社会的灾难。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当知生至缘生啊！你现在一定要知道，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但是最可惜的、最悲哀的，就是这些六道的众生都不知道。所以今天佛菩萨不断的出现在这个世间，没有别的，就是来到这个世间帮助我们什么？来救度我们，来教化我们。所以佛菩萨的功德最大的第一是什么？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脱离开苦，离苦得乐，这个第一的功德。那今天你的第一功德是什么呢？你要做好样子，做一个念佛人。你能够做一个好样子，做一个好好的念佛人，人家看到你不得了，起了信心，那个功德太大了。可能无量劫以来享受也享受不完的，为什么？让大家起了对三宝的信心，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将来他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不得了。就算将来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人天福报啊，享尽不完的，不得了哎。所以啊，中风博士告诉我们：生至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道理呢？啊，明天见。啊、哦，今天呢、啊，师父啊，很开心跟你们在这个地方学习。啊，如果也能同修，啊，讲得太快，啊，听不清楚没关系，啊，真诚心。最重要的，好、哦，比什么更重要啊、哦！那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希望我们今天念佛、讲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无量劫以来累劫阴间债主，回向给我们国家澳大利亚国泰民安，回向给一切众生能离苦得乐。回向世界大灾化小，小灾化无，
希望我们过往的父母，过去、未来、现在，能够蒙佛法的利益，得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功德回向以及众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Thank you.